刚好我就胖胖了。你今天又是啥问题来？有一股气的，头都快爆炸。你上次不是问过了吗？可是现在又多了一种气呀、啊。又多了一种啊？现在有三个啊，三个气呀、啊。太多了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。这个胡子要干嘛？你借钱拿的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也不知道。他要给美云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想办法。这是他自己要做的功课。黑脸的那个，对，他最近借你们的那个那气跟在你身边的巡逻打听一些事情而已，没事，没多久就走了吧。那我下午点你的时候是看到黑脸的，是原来是他，不是那一位，另外一位就对了。下午是那个那。前几天那个也是黑脸，对，都是黑脸的。啊、黑脸的那是排第三的。啊，他那个气非常的霸气。现在的话，我头也快爆了。三弟是黑脸，所以那下午也是。下午也是他，最后他慢慢换的。搞得我浑身都是乱掉。那还有二弟呢？那种我们都没听，我们也没听到。什么都没有，没有，都不知道。不少，不知道，不认识。叫时代来了。没有，刚刚在绕口令。对的。没事，那个没事。快快快！